一点非凡抢先报，电竞王子玉堂先，你好。明娟跟投资朋友大家晚安。哇，今天有新题材崛起，但原本这些热门题材股今天都消停了，因为今天呢上市跟上柜上涨的加速不到呢300档，那再者呢 OTC 也来到今天的最低耶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先前主流的军工啊、航太等等哦，似乎真的有点涨多休息啦。那再加上今天台积电法说，那大家可能对于半导体相关的类股也是先观望。说真的，我这次看法说过后的走向，也比较没什么把握。哦，先前我比较有把握，像上一次，我觉得法说过后是有机会再走强哦。但这一次，我觉得真的比较难以预判，所以我一直强调相关类股，你就等法说过后再行决定后续的操作。因为你看法说会前，联发科、IC 设计、龙头被调降平等，股价呈现破线的走势哦。那整体来讲，半导体类股就等法说，那涨多的强势股又休息。刚明娟谈到了，真的就是跟着政策走。这个总统蔡英文今天也算是给市场点出一个方向，明灯。对，筹设碳交易平台嘛，我们之前讲到得碳者得天下。其实这个跟储能、太阳能、离岸风电企业的 ESG， 它是环环相扣的哦。因为你看欧洲在应该年底明后年陆续一些碳权碳费都要陆续上路，那台湾这些公司其实你看一档个股我们之前有谈到叫贝利，好，过去比较冷门一点，它是软体股，但是今年涨3倍，因为它做的就是碳盘查的这个软体。你这些公司你未来要跟国外的厂商合作，你的碳足迹、你的碳排量多少一定要证明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贝利它做的这个软体，好像企业的导入需求逐渐的增加。那当然一开始点名的就是这个纸类股嘛，因为以华纸来说，就是永丰余集团的，那两岸三地他们拥有的这个造林的面积是高达30000顷，好，那出估啦，好，因为目前碳权的价格也是逐渐的升高，哦，两三年前有些法人报告说20-30亿，但是过了两三年回来，碳权的价格又走高的话，光是这个碳汇的这个价值啊，可能都超过50亿元，好，再加上最重要一点，位阶够低。你看先前的纸类股，不仅华纸、永丰余都好，其实过去都没有涨到嘛。那你去想，过去都没涨到，今天涨多股休息，自然的像农林也是有这个土地的一些资产，好，然后造林的一些概念，那今天也跟着上来。那再来做碳捕捉技术的厂商，像是1710的东联，哦，东联是过去哦，其实切入到碳捕捉市场很久哦，像是他所做的这个提炼出来半导体用的二氧化碳，高纯度的二氧化碳，也拿到台积电先进制程的认证。好，哦，所以你看东联的股价过去这两周外资也买了快7000张哦，哦，那看起来整个形态打了一个多月的横向整理之后，有机会去站前高，好，就是3月7号那天的高点21.05元。再来是在前几天媒体消息也有谈到跟苹果再生材料有关的1409的新鲜，好，我觉得相对来讲股价比较更为委屈，因为第一个目前属于均线的算是收敛的末端的感觉，你看这个日线图，5日、10日、月均线纠结在这。这样在今天放出来，那因为新鲜在日前这个媒体有点名嘛，哦，它的repeat 的一个环保再生材料，哦，不仅拿到特斯拉，也打入到苹果。那很重要一点，刚刚谈到的这个碳捕捉，哦，它是用 Nanotech 的碳捕捉技术。Nanotech 是这个美国一家新创的公司，哦，就是专门做碳捕捉技术的生物的一个算是授权公司。他跟他合作，拿他的技术，哦，把这些工业的废气也可以转成所谓的聚酯纤维，哦，也符合刚刚谈到的这个碳捕捉技术当中的指标性的个股。所以你看新鲜，我觉得如果以涨幅来看，就是没有动到，然后股净比也蛮偏低的，因为它净值有22块嘛。那现在股价也低于净值，外资投信今年也买了1.5万张，哦，再加上本身来说，纺织业在第二季的部分市场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应该会开始好转，哦，所以我觉得综合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新题材的接棒，哦，不管是碳盘查、碳权交易、碳捕捉技术的公司，我觉得这一块来讲反而也可以多加留意，因为我觉得在储能、绿能、绿电这一块的资金啊，还是在做一个比较良性的轮动，就跟电动车很像。你看今天电动车或许啊，受到 Tesla 的财报公布盘后的股价下跌，那先前比较强势的飞鸿、华孚是呈现拉回，
但是其他第一个、啊、跟这一次美国电动车补助新规更密切相关的，就是当中的一个电池相关的材料啊，还有零组件的部分，大约40%以上哦，在现在来讲都要由美国生产供应，然后到2027、2029哦，再过4-5年之后，就是要80%、100%，全部就是美国制造。所以当中被市场点名最直接受惠的就是5227的力凯 KY 做这个 LFP 材料授权的厂商，因为他跟这个 ICL 签约，已经在美国密苏里州要设立这个 LFP 的电池材料厂，那也已经拿到美国政府的补助，因为就符合美国制造嘛，那也是要美国去中化，就是因为中国已经过去掌握很多电池的材料专利，那现在要自己做，所以力凯 KY 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优势，那预计明年会完工，然后到2080年量产是10万吨，那有机会光是这一个厂贡献给力凯 KY 全年的营收啊，就有机会上看10亿元哦。其实你仔细去看，位置点不高。那同样是 LFP 的电池的材料，算是模组组装厂，好、哦、做这个 UPS 不断电系统是长源科啊、哦。我们在上一次股市现场也有谈到这一档个股，说。转机的黑马股哦，因为亏转盈嘛，它公布出来的二月获利果然也不错哦，去年第四季就开始赚钱。那长源科来讲，过去在股线我们聊到股线比较牛一点，哎，但是过去这两周看起来已经呈现量增价扬的态势哦，所以我觉得在电动车电池这一块的产业的部分也是做轮动哦，你可以看到康舒最近增量转强，哇，今天的成交量也是很夸张哦，这个也是爆出巨量。再来，你看像是这个以盛 KY 哦，鸿海集团的，虽然这两天都留上影线，那但是你看它的趋势哦，有点就是在电动车产业当中哦接棒的味道，好、哦，就是说我刚刚聊到嘛，有些强势的这些电动车的零组件的供应链，先前攻高之后，最近转弱休息，哦、但是像刚刚谈到的力凯 KY、以盛 KY、康舒、哦、甚至联动到。LFP 的电池厂商的8038的长源科反而在最近崛起，那就符合我刚刚所谈到的一点哦，或许先前比较强势的主流个股做休息哦，但是朝向这一块产业去找一些落后性的个股，我觉得还是在现阶段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方向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其实盘面当中刚刚特别提到，因为实在呢这些这个涨家嘛就不多嘛，但是很容易就看清楚今天整个资金当然量也比较缩一点，那原本的这些主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视为一个该进该出该减码呢？好，我比较倾向于要先获利下车减码，因为你看一档个股王品，好，哇，昨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一根攻高啊，创新高，结果今天是带大量的长黑 K 把黑 K 吞噬掉，好，在高档出现这种吞噬型的黑 K， 以技术面的角度，第一个绝对是比较不利的解读，第二个就是说在餐饮观光这一块，大概从去年第四季以来也走了快半年的多方走势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个股已经。我不能说基本面有问题，而是说涨多真的是最大的利空。你看像今天的六角也是带大量的一个长黑，把昨天的红 K 吞噬。哦，那稍微你在市场比较久有经验，甚至是对技术分析比较有研究一点的投资人，其实在高档出现这个形态，绝对不是太好。哦，所以我觉得是适当做下车是必啦。然后军工股也是一样。哦，那。以军工来说，你看像今天的合成哦，这个连续上涨之后，虽然这个黑 K 并没有跌破均线的架构哦，但是我们大概扫一下这些军工股哦，我觉得休息是必然，因为有一些真的涨多都分盘交易了，那分盘交易第一个自然会让市场的人气量能的聚焦流失哦，市场的自然不会琢磨在分盘交易股太多，所以你看今天像成田、宝一、长荣航太、祝融、雷虎。甚至到汉翔哦，都呈现压回。那你说这个地方要去承接，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了哦。感觉你在日前很热门的时候，你做隔日冲、当冲啊，小波段操作都 OK。但是来到今天，我刚刚谈到嘛，已经发现到一些强势主流股做休息，然后甚至像军工里面有一些个股都已经被分盘交易了。看起来这个走势上哦，自然会受到一些阻碍，类似像储能里面的乐视绿能，好，先前我有谈到很强，你可以做，但是一旦被涨多被分盘交易之后，它势必就要陷入整理，所以
这个时候的资金，我倒觉得你不必再琢磨这一块族群太深了。好，在今天这个时间点，第一个可以看到，反而转到类似像今天新崛起的，比如说碳权啊、碳交易平台所带动的相关的受惠概念个股。再来，我觉得明天过后可能就是台积电的法说哦，对半导体类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好，我觉得可以看一下。那当然，我一开始有谈到，不是很好去预测，所以我们就等明天的盘势，市场自然会给我们答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从 今晚的 ADR， 对 ADR 会先告诉我们答案了。好，市场是跌还是比较就是没有所谓激情的反应，我觉得晚上 ADR 的走势大家可以先行做关注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台积电在今天扮演的稳盘也算可圈可点，对指数的这种贡献也是稳定的要角，不然这样对对对不对？还维持着小红盘的格局哦，已经比预期中来得好。因为这一阵子我看到的报告啦，都是看空的啦，大部分都看空。但是看空不是说不好，会不会就是台积电讲的利空有机会？你说利空出尽也好，钝化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地方我觉得下午的法说就可以开始关注了。好哇。